好怀念的衣服啊，熟悉的味道，吃到我煮的面呢。いただきます。这是很色情的声音。怎么吃那么猥琐、啊？有点为所欲为哎。想吃，想吃。你要给他吃吗？啊。哇哇，すごいね。这怎么来这样子？中邪三一周祝女生加第六集鬼月遇上灵动现象，太爽了！下班完就是要来这种桑姐的地方爽一下。什么？奈迪加？尴尬如何？刚刚想凹全套没凹到。哎呀，这是靠手腕的吗？靠自己，小傻瓜蛋！带你去更送了。一周祝女生加计划又来了。这是唯一的爆点，这没时间丢，这时间太多了。我开 GK 会很多大箱子，也很麻烦，要丢这边好了。怎么了？想吃，想吃。你要给他吃吗？啊！哇哇，すごいね！这段表演让所有人气氛降到最高点。那我煮的面呢？いただきます。这是很色情的声音，吃那么猥琐，还是猥琐欲为。我的天啊！怎么样？今天这个是什么样的女孩？你不要碰他，他不会碰你。可是你碰他，他就会。你就不信有这么凶的吗？他是很 N 的人吗？他是母的吗？公主月。喂喂喂！太迟了，等你先出手，他才会出手。哎，进攻，进攻。用前手试探啊！我开始。完了，他变角色了，完蛋了。One two， 我干我干哦！好爪子，那个有痛到了，痛到。犬夜叉，上魂铁爪。哇，你这些红头发、啊，在香港拍的。抽奖送粉丝，可以啊。帮你们争取到了茉莉的拍立得。有人就留言说，孙生孙生，好想喝茉莉蜜茶。什么东西？好赞哦，他下厨给我们吃，好贤惠哦。哎呀，好害羞。茉莉喜欢什么样的男生？幽默，三观正。如果三观正五官歪了，不行，三观五官都要正。炫哦，你看他的室友，他跳舞很厉害哦。哇，破格！用新方式，我们不会在乎啊，就好带回家。那有没有方式，就是说声音太大声？有啊，我正来吃早餐。太大声怎么样？哦，救命，好吵啊！没有，我不知道外面。滴答滴答，因为我讲些真的鬼故事给你听了，是我真实发生的。不要！我住舅家那时候，大家都说舅家有鬼什么的。我出门嘛，然后我的那个 YouTube 电脑试听吴亦凡的歌，我就按暂停。然后后来回到家的时候，我跟我的哥们回到我房间的那一瞬间，那电脑突然放音乐，放周大伟矮个。隔几天我们去星星秀泰中邪恶，我都习惯去残障厕所嘘嘘，它是感应式水龙头嘛，手一拿开那个水还在流。然后我叫我朋友一来，我朋友刚踏进，爸，有没有成功吗？有，请看回放，爸爸爸爸爸。你们都没有什么鬼故事吗？没有，有真的很痛苦。就是我之前住旧家，然后因为我之前室友有供奉一些泰国的神，加上那一间的风水也不好，起初只是很喜欢玩弄我，开门关门或是开灯关灯，有状况发生了。对，有这种。这红衣小女孩是不是？这已经吓死了。不是，你们听，后面我就去收金嘛，然后也问了很多就是师兄师姐，然后他们就是说我就是后面跟了三四个男生，因为他们真的太喜欢我，太喜欢我了。今天有三个男生？对啊，在我后面。对。怎么了？然后晚上就是脚偷偷伸上去，脚压床，晚上有累，太累了，886啊，不耐了。Six hours later， 二饼了，挂第几天啊？第三天啊。对，哎，有眼熟，假装认错已经很老的招了。这是什么小酒吧啊？会有勇气的小酒吧。去睡，第四天了。
你服装？看起来俄罗斯怪人啊。cosplay， 我要吃那个食物变好吃的魔法。怎么三个？我们也三个，就刚好了。联谊啊？对。配到培根的会比较委屈一点。对。他在培根跟那个，好可爱哦。他叫林蛋。他是林蛋。好可爱。这可以跑步，可以玩那个主人抓女仆的游戏耶。这哪里抓到？有男人，超多男人的。没有啦，什么东西啊？厕所而已啊，厕所。这里适合开会。他摆什么东西啊？我刚突然吓到，这谁的假发？我两个也被他吓到。这怎么戴这样子？中邪三，我要训练妹妹们。现在表演课上课时间，你现在表演那个，你是一张椅子，但是你很愤怒。啊！我非常生气。啊我还要愤怒到趴地上，我看你还不错，你放得很开耶，这沙发超长的，超长的超长，超长的超长，我在操场上抽唱。哎呀，孙总完了，如何啊？累死了，最后一天了。哇！哎，什么风很漂亮。你家要风之谷啊？这里哦，哎呦，满满的猫味。谢谢谢谢。哎呦，你突然 PS 我，这是很厌世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他叫比多，猎人里面的比多，救急比多，手尼菲比多。对对。那你是谁？奇牙。哇，真的是猎人在取的。他好多皮卡丘。看我的 Switch。皮卡丘，真的 Switch 也是。对。那我考你，皮卡丘最讨厌谁？他有讨厌谁吗？应该是小智吧。哪有？我不要再命令我了。熟悉的 logo， 熟悉的制服，哎，是不是很熟悉啊？你们每个啦啦队女生的号码都是自己选的吗？对，自己选的，因为我七月一号生日，所以我就选七十一号。你也是巨蟹座？对，没错，我要差一个礼拜了。厨房的黄色蛮可爱的，有一个很贤惠的人在帮你做晚餐。这给猫玩对吗？没错。OK， 来喽，一二三。女生的闺房最重要，房间很干净的，不用打扫。她是玛利亚，是不是？为什么都不自己打扫？是我妈，因为我不会煮饭，然后她会煮饭给我吃。多感动！悄悄在，有一个这样子像保姆一样的朋友，准备好出柜了吗？最乱的地方，我想说，这么棒，雪峰，好深哦。啊，它是一个小小的更衣室。为什么的衣服都很 hip hop 哎？怎么还有碧丽姐的感觉啊？那是我妈给我。不行了。小巨蛋，冲破你耳膜。小双，谢谢你一直陪伴我。小双，谢谢你，小双，谢谢你一直对我不离不弃。虽然我们曾经一直吵架，但我真的把你当真的最好的家人。谢谢小双，谢谢你。来了，两位其实扛过来的。好怀念的衣服啊，熟悉的味道。哦，你到底有没有性感睡衣啊，包？我现在身上这件哪里不性感了？缎面的。哦，有了。其实蛮好的吧。他为什么有这个电动按摩背的？对，你这样都是老人的东西。胸倒痛风哦，这样子才对啦。对啦。对啦。那你可以模仿碧丽姐吗？好了，我不想跟了。喵喵喵喵啦！我靠，好新哦。是他尿的吗？不是，这个是我的酷酷爵士。你也可恶 ，Q。他说他要这样爬屁哎！哎呦，帅帅！有有用力啊，有爬起来啊！就这样，足够看得出来女孩子正脸很大了。乔来爬屁。Omakase。我跳跳，我就可以突然，我给你吃的。对，就可以动。肠粉给你吃，掉叉烧酥给你吃，我想说什么就是什么，说什么就是什么啊！寿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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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寿司。满意吧？满意。学到了，寿司学到了。晚安。你有一个能干的室友，这是双关吗？孙总，我们又完成一场艰难的战役，全部住完了。